烟台的地方教会，他那可能很多人知道。然后他到了上海，也是在一直在教会。然后他的环境变化，到了香港，一直在走在教会的那个侍奉中间。然后又直到了台湾，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。阿妹，然后是呢，他从小那个圣经学习方面，从烟台聚会所。烟台教会到上海，上海的教会，然后一直到香港，他圣经非常非常熟，好像而且呢，他能够背，能够记得住。因为在台湾这种那一段时间的话，这神的话给他很多的力量，阿很妹，多的那个信心，他靠着这个话语挺过来了。Amen。他呢？有会跟我讲他的故事，他的经历，我也很愿意听，因为我跟他年龄有一点差距，哎，我不知道他的经历怎么样。他也是跟我讲了很多这个地段的经历，因为我来了美国也比较早啊，以前也到伯克利的地方去，伯克利的教会也去过，然后啊，我现在也在教会，但是不在伯克利教会。然后，因为我们接触比较时间比较长，他跟我讲了他的台湾的，经历，跟特别是那个监狱那一段的苦难的磨练，在这一段中间，他怎么坚信神，怎么样有神的带领，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所以我听了也很感动。我的人生觉得他很多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。他对人很热心，对弟兄姐，对我们自己弟弟妹妹也很关心，很热情，尽他的力量，能够要想帮助我们。然后他是我们的学习榜样，是我们的好的哥哥。他的处事为人确实很有神的见证在中间。虽然他离开了我们，但是我最近也看望他很多，然后我们相处得很好，我是感谢神能够我一直有我哥哥，然后在我们这一段的时间，我们都能够彼此的关爱，也谢谢大家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能够带他去教会，因为。我在教会也是接其他的弟兄姐妹。